冲凉也会睡着啊，嗯，冲凉也会睡着啊。现在十点了吗？晚上十点。洗头不了哦，洗头也要看来看去。他在看吗？不拍他。哇，头发干干净净。OK， 要洗颈项了吧？洗颈项呢？就要讲，妈咪为什么帮你洗颈项？嗯？洗净下，洗掉污垢，然后就咦臭臭，闻到臭臭，有没臭臭？乖的，没有臭臭。你知道要洗澡了啦，你太聪明的很。你最不喜欢就是这里，这样勾来勾去的，哇，嗯，哇，勾来勾去的，勾来勾去的。首先洗洗右脚，洗洗膝盖，膝盖后面，然后的脚趾，洗洗左脚，左脚后面膝盖，然后的脚趾，然后到屁股，屁股洗干净，啊，真喜欢，最喜欢 ，OK， 他抓得很紧，哎呀，来，拿过来，呜，哇，真聪明，洗洗嘎啦嘎啦，看看瞧瞧，嘎啦嘎啦，什么是嘎啦嘎？洗洗嘎啦嘎，什么是嘎啦嘎？洗洗嘎啦嘎，洗洗嘎啦嘎，收手，收什么手？洗洗小手，洗洗小手，妈手，哇！他都不哭了。洗洗屁股，屁股是最肮脏，屁股这样这样洗对了。不、嗯。啊！要不要过水啊？对啊。你去，不要放太多泡沫了。Yeah, OK.